今天我必须要跟你去说胜负。哎，燕燕，你别闹了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。怎么样，韩德让，敢不敢接受挑战啊？好，接受你的挑战。说吧，你想比什么？摔跤。小姑娘，赐教了。小姑娘，在下，我下次一定会赢过你的。在下实属无意。小姑娘，在下实属无意。